听不到 B 和 C 同学讲什么，他就不能完成任务。一两个，每个人仔细看，我等一下会抓那些不专心的、用心去看的来回答我问题啊。OK，B 和 C 同学，你们要形容的脸是这张脸，教他怎么画这张脸。OK， 不可以动，所以你们站在这里不可以动，只是用你们嘴巴讲。OK， 现在开始。英文和华文都可以随便。OK， 你们讲到这一点，不然他不懂是谁在讲。给他东西吧，给他东西吧。其他同学，肩头平。你们看上不像，等一下，这边也好，时间到。